我太累了，我就播一会儿，然后我一会儿去歇一会儿，然后再看晚上要不要直播吧。就是先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发色，我太累了。晕啊！我太累了。我不会玩王者，我不会玩王者。晚上他们是几点呀？7:30。我太累了，我又累又困。而且还晕车了，我好难受，我胃里翻江倒海。谢谢海獭。没有剪短，剪了一丢丢。就是没有吃东西，所以我很难受。谢谢爱人士，好困啊，又累又糖糖糖，也不是很想吃糖的，不知道要吃什么，没有胃口，就是胃很不舒服。我感觉这个颜色很显白，谢谢小橙橙。化了妆更显白，谢谢红轩东东湾。就是，蛮显白的。我一开始还怕它显黑，因为我本身气色就不是很好，然后。我就很怕染了一个颜色，我的气色更不好。但是还行，挺显白的。好困，我好累。所以，就先给你们看一眼我的发色，然后我去歇会儿，再决定晚上要不要直播吧。因为明天不是有线上的店员嘛，等明天我应该会直播的，因为今天我没有化全妆，明天肯定会化全妆的。而且我还有好多事情没做，我回来以后都不想做了，因为太累了。谢谢，什么东西啊？我好困，好累。再说吧，就是先给大家看一眼。我的发色就这样，本来昨天，哎呀，看我的小肚，本来昨天是想减的，我的那个 Tony 老师真的很搞笑。我昨天我说我要染这个颜色，他说别染别染。我说我要剪头发，他说别剪别剪。我说我想剪刘海，他说别了吧。就是我的想法，他都帮我否定掉。他就说长头发巴拉巴拉怎么怎么好啊，怎么怎么样？说有刘海怎么怎么样？就是我就怀疑这个 Tony 就是
他好谨慎，确实。但是剪了一点点，修了一下，因为我头发发质不太好。我的发质不太好，所以我就想剪一点，它会长得要快一点嘛。谢谢一串驴波波。我本来想剪一点，因为我之前不就很想剪头发嘛，他就说别剪了，别剪。我就说我想剪刘海，他就说他觉得我把，就是他觉得我现在这样挺好看的，他就劝我别留刘海。我说那我染了这个发色，因为我不是拿的妮妮的照片剪那个头发卡，然后我就说我想像他一样剪短，然后剪个刘海。我的 Tony 就说你在逗我玩呢，然后就劝我不要剪刘海。感谢 Tony。 而且本身我想染得更红的，因为妮妮的发色会更加深一点，这个还蛮浅的，但是我感觉你们就是这个镜头跟我实际肉眼其实还是有一点点色差。本来想就是最终这个颜色是 Tony 帮我调的，然后昨天染出来我个人不是很满意。昨天染头发的时候跟他说，我说今天你就在这陪我加班了，我说如果一会儿这个颜色染出来不好我就染回去，他说好，因为我真的很害怕染得不好看，我就说如果染得不好看我就马上染黑。结果他染出来我有一些不是很满意，然后呢我就说有点怪，看得不是很习惯，然后 Tony 就说，他说你要不发给你朋友看一下吧，然后发给朋友们看了，朋友们觉得很好看，然后 Tony 就说对，反正我就接受了。我本来还想给你们分享一下今天上课的趣事，但是我太累不快乐，就去睡吧，不要睡，可能就歇会儿。我其实有点不太清楚应该画什么妆，今天都没就画了一个尾巴的眼线，这中间都没画眼线，然后明天再说吧，明天会化全妆，然后明天可能会穿的跟妮妮一样，因为我昨天还专门找了，我有一个粉色的针织衫一直没有穿过，正好就跟妮妮一样，但是我又有点害怕，可能会很土呢。可以当我的兔子吧，你想被我揍吗？你要是想被我揍，我不喜欢星黛露，我觉得星黛露长得不好看，但是只是我个人啊，没有说星黛露仅代表我个人，他长得不合我胃口，翻牌会翻的，我翻到29号的，我翻到29号的翻牌，因为我本身不是算了，没事，好累。
别！好的，就这样吧。我要去吃点东西，我今天啥都没吃，但是我今天喝了两杯咖啡呢，所以我可能是晕咖啡了。晚点口袋房间见吧。